一，换个不一样的 pose， 你们海雾很有爱，换一个不一样的 pose 好不好？桑尼带领大家。中间的摄影机三位，看向中间的摄影机三二一，还有哪一台要拍？挥个手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方向。右手边这一台，来三二一，右边不是我叫说挥手这一台，你们不用挥手，随便啦。对，你们想干嘛随便你们哈、哦。来，好，还有哪一台要拍？挥个手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方向。挥手这一台，三二一，李大哥这一台。我还有一场跟凯哥，哇，他打我巴掌，打得好用力哦，都在真爽，是真甩巴掌吗？哦，对对，那么帅，严哥说这么帅，欠打，没有，这我脸都红了，肿了，我还是被他们欺负啊，特别是他一直欺负我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你啊，哇塞，你今天完全是典礼的规格的造型，超美，先来拍张照好吗？好。对，嘉燕这次在海雾当中训的小金呢，因为意外漂浮在海上被渔船救起，看似无害，但裹着不可告人的身份，也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。恭喜嘉燕强势入围本届金钟奖最佳的女主角奖，期待拿下第二座金钟影后哦。对啊，我们几个女生就我跟谢佩恩就感觉很像不小心走到男生版。而且是，尤其是在放饭的时候，感觉特别明显，因为他们就是穿着戏里面的衣服，有些人还打赤膊，就一个大长桌，就超多男生坐在那边直接吃饭，就是不知道就很怎么，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好像走错教室。他其实这档戏，其实杀青的时候差一点被我们灭口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太多男生的秘密了。真的，还好啦，而且刚刚导演说。很难得看到导演这么认真的一面。他刚刚在讲说，就是决定每个角色领便当的顺序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丢骰子决定。恭喜你，谢谢。就是因为在工作，所以知道入围很开心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。换个讲法，太老套。哈哈，这听过。没有想，我现在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，但还是很开心啦。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，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团队，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就是期待能有好消息、好成绩。